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可可，给大家唱一首歌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开往2863方向的城铁就要进站，请您系好鞋带儿，勒紧裤腰带儿，全副武装，小心被起飞。是也有7、8个月了，想想我的电脑是真的受累了，开机就没让它黑屏过呀。电脑，你可真是我的大功臣呐、这个偶尔也得出去溜达溜达，坐个地铁城铁看看风景，逛个街什么的，那是一站又一站呀。大爷喜欢老头乐，地铁人多得让座，头发甩甩，大家就跑进来呀。先上地铁先有座，拿着手机刷微博，你以为拿个 iPhone 5坐地铁就不是屌丝了？还不你在别人车上拍照片，装什么白富美？打回炉里重新再来。哎哎呦，哎呦哎呦，我没事就爱喷一喷，弘扬娱乐精神。偶尔看着小情侣在地铁站里亲吻，我把手机镜头对着，现在我是日本导演库尼基瓦，这是荷尔蒙的纪录片呀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阿姨阿姨们，让我给你们唱一首歌曲。哥哥最大呀，你们第二，不要打我，不许找小三儿。谢谢光临夏可可直播间，男宾三位啊，188卡 VIP 了啊，小伙子们出来接客了。哎哎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哎哎呦。我是屌丝中的屌丝屌，没车没房没手表，坐遍地铁和公交，到哪都把微信摇，总想找个男神是夜里陪我聊一聊，如果能来秒个榜，那是真的很奇妙呀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游客我们在一起，看着窗外的知柳，游客我们做朋友，错过直播的时间，没事还有下一班。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， 感谢大家。请问我吵完只收3组歌曲，关注主播夏豆豆，经验不错单身狗，请再听一遍呗，转发评论一下呗。 Thank you。喜欢的记得转发一下、评论一下、点赞一下，谢谢。